世间的妖怪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害怕的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，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下药。知晓真身，对症下药。妖怪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敢碰他，你试试！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我是怕他打你。烟灰，我有时候总想，20年前，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